听友开直播在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上面哦，有听众朋友说每次开直播他都追不上，追不上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你没有给我按赞，所以你当然追不上，因为他没有通知你。然后第二，即使你追不上，现在赶快上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就可以看到直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合发的新弟，可是让新弟在。 进入节目现场之前，来跟大家分享《超级美食家》勇闯录音室召集令的活动。听众朋友一定觉得很有趣。简天才师傅好，简师傅好久不见，高雄的简师傅，AD 刘 AD 师傅也来了，哇，我今天大咖都来追上我们的《超级美食家》的直播。秀珍你也来了，好啦，我跟大家聊《超级美食家》勇闯录音室的召集令才刚刚结束。 雅尼克果子工坊今天立刻又发出新的召集令，是来自 Ilander 夏威夷咖啡，夏威夷咖啡的一号店。 在信义成品的 B Two，听众朋友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邀请美国在台协会 A I T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来介绍美国的一些农产品？他甚至于还有从美国请来了一些业者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介绍一些好东西。有没有记得那天我们在喝夏威夷咖啡？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呢，这次呢，呃，这次呢就由。 Islander 所发出来的召集令，要邀请听众朋友直接进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要品尝三款夏威夷的咖啡豆。这个是手摘现磨，而且手冲。总共呢，要请大家品尝的是经典冠军 Kona 咖啡。如果很爱喝咖啡的人，如果有去过夏威夷观光的人，就知道这只咖啡豆带有一个。 乌梅的酸甜味，然后要给大家试饮的第二款呢，就是卡雾、哦、咖啡，这个也是冠军哦。它有一个蔗糖的甜香，然后呢，另外一支呢非常抢手，抢手到都找不到。这个是 c o n a 的逸季咖啡，获得了双冠军，有柚子的香气，然后还有红酒的风味。我记得那天呢，在现场冲煮这支咖啡的时候，好惊艳哦。 不知道原来夏威夷的咖啡是这样子的风情，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跟着王瑞瑶一起进到录音间来喝 Islander <noise> Islander 的夏威夷咖啡，你们呢就赶快进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就现在！哎，惨了，现在你们又要看直播，又要来追，又要来又要来追招集令，好啦，看完直播再来追招集令了哈，然后你们可以选 A 一样的。 八月二十九日就是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午，我要勇闯录音室，和王瑞瑶、i l a n d e r 夏威夷咖啡一起上广播吃美食。当然呢，你也可以，你也可以选 B，B 就是我想要 i l a n d e r 夏威夷咖啡绿挂饰、马马哈罗精选组合。这个马哈罗的精选组合里面有九包在里面哦。还有听众朋友，不要留言在直播里哦。 不要留言在直播里哦，因为直播今天来的贵宾是新和发的新弟。嗨，大家好，我是新弟。新弟今天好好玩哦。新弟 <laughs>，你先告诉大家你最近的计划。嗯、最近的计划，服部学校是 <laughs> <laughs> 计划中，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就是、等一下，等一下，居然有人在这里给我留 AB，、嗯、吴惠美，你自己要删除哈。 你们要找对的东西，你知道？来留言哦，置顶的贴文不是直播哦。新弟，你说新弟好好笑，新弟居然跟我讲说 <laughs> 瑞瑶姐姐 <laughs> 拜拜。<laughs> <laughs> 没有啦，就是有在想，就是想要去把那个营养的东西。 读一个营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呃上个哎、欸、上个月嘛，对上个月月月中的哎、欸、月初的时候，我去东京参观那个福部专门营养学校。如果听众朋友经常看日本电台就知道了，嗯、有一个师傅非常有名，叫福部，对不对？对,对对，他自己有一个学校，对，就是一个学校。对对嗯、然后他的学校里面就是有一个营养师跟调理师。嗯嗯、那我想要去读营养师，这样两年这样子。可是你不是,是已经考到日本的那个什么证照了吗？与检定哦。 对啊，剪可是鱼简定是鱼简定，然后我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更了解说每一种食材或者是鱼的营养，吃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想要更深一层的。<laughs> 我在新地身上都看到好多东西哦，我第一次看到新地 <laughs> 其实我认识新地是因为新地的书，哈，我第一次看到新地我印象中我说哇，怎么有一个娇滴滴，有一个娇滴滴的瑜伽女儿出了，呃，鱼仙食铁哈。 出了第一本跟第二本，可是呢，大家知道新地有定期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就知道你们每次碰到新地就发现知识量怎么那么大。<laughs> 我们超级美食家本来就是吃美食也要长知识，我觉得他浑身上下都在贯彻这件事情，尤其是鱼尝试的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有去新河发有追上他的官网吗？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有追上新河发的官网的话，就会知道台湾四季应该要吃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有鲑鱼。 <laughs> 雪,鱼 <laughs> 雪鱼，雪鱼，好，<laughs> 还有什么？就比如说，呃，台湾四季有很多鱼，嗯、而且这些鱼搞不好在菜市场都不会出现，嗯、对不对？对，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去追上新和发，即使你不买鱼，你也可以知道，你也可以知道现在。 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在捕什么鱼？我倒是在前一阵子看到了，心地你在忙生蚝，最 <laughs>、啊、<laughs> 最近在忙生蚝，对呀、啊，就是日本的那个牡蛎这样子。他们家还有进口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先给大家聊一下天，<對>因为呢，因为你提到了生十级，对，我也被你打了一拳。听<對>众朋友一定会得，<laughs> 生十级的当然比较好啦，生十级的牡蛎当然比较好了，嗯、生十级的生鱼片当然比较好，<對>是这样吗？ 其实它的鲜度，其实它的是要看它的，其实生食级就是看它的那个生菌数。嗯、那其实生食级就是代表它鲜度很好，所以其实我们有点观念，就觉得诶、欸、这个东西可以生吃，就代表它鲜度很好。可是你生吃，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 生菌的问题，那你拉肚子？比如说你回家很多东西跟你说海鲜可以生食级回家可以吃，可是你回家在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手有没有消毒，嗯、<哼>你的砧板有没有消毒？嗯、<哼>那这时候如果发生了食物中毒的情况的时候，是哪个部分有问题？对、嗯，所以并不是生食级的生蚝，呃，让你拉肚子，不过也有可能，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其实前几天跟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生蚝，在英国走红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生蚝手聊天，我也对生蚝有了全新的认识。不过之后再邀请他来，我们今天先来请新弟来教大家吃虾子，红虾跟白虾。<laughs>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直播没有停哦，直播没有停哦。来，我们现在呃，新弟想要去服部。 他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啦，叫什么福布什么什么料理学校，对,对福布营养专门学校，对吧？我记得他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嗯、对在东京吗？在东京的有有给代代木代代木站，嗯、对，就涩谷那边。新地说一去要、啊、两年呢，所以新地并不是读那个什么一天一周 <laughs> 一月。 可以领证书的那个，对，所以想想办法要把小朋友或者是小朋友跟老公都要安置好。<laughs> 欸、可是问题是我记得，哎、欸，可是我记得有一些学校有一周一月，<laughs> 你知道有那种短期的。 可这服部没有，对不对？没有，他就是他很他的课程是非常精实，比如早上可能就是站三个小时、哦、是煮煮煮东西实际调理，嗯、然后下午就是读一些专门的，比如说呃营养学的东西，生呃就是比如说生理结构，嗯、然后他读到很细，就是从医学的角度去讲这个营养的东西这样子。啊、哦，我喜欢这个哎，对，听起来非常非常，台湾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就早上大概八点半开始上课，一直到五点这样子。好，有人说新和发有一支叫。 叫虚、哦、阿鱼哦，物阿鱼哦，有一个什么鱼不卖是非卖品，什么东西？哇 <laughs>、哦，有一个，对对啊，怎么有人讲什么新河发哪里有非卖品呢？我只知道新河发是我啦。对对啊，我只知道新河发，<laughs> 你知道是是,是新地是非卖品啊？他说你们有一条这样子的鱼是非卖品，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哎、欸，还是台语？哦阿姨、啊、吗？还是什啊？欧阿姨吗？ 乌鱼吗？乌乌阿鱼是非卖品，很可爱。快来看看，快、哦、来看看。布拉吉啦，布拉吉，我女儿。布拉，哎 <laughs> <laughs>、欸，你们够狠的好吗？又要吃他爸爸捕的鱼，<laughs> 现在又要动脑筋动到他女儿身上。<laughs> 布拉吉是非卖品，很可爱。<laughs> 对啊，<laughs> 我们等一下把那个生食级的讲完之后哈，我们就要来聊了。因为我那天跟这个。 呃，从英国回来发展的台湾生蚝王在聊天，他讲说现在有好多人喜欢吃生蚝，<對>然后呢，他们也会买带壳的生蚝，对，然后他们在店里呢就会要求店家帮他开蚝，可是老实讲，开了蚝之后，这个蚝就开始死了啦，是对，所以等于是蛮危险的。他其实有点到几个东西，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新禾发的新弟，来给大家讲鱼的知识跟尝试。今天新弟呢，一开始呢就来跟大家聊，他准备要去日本读书了。 准备，可是不知道，因为呢，其实呢 <laughs> 有一点难度，因为一读就要读两年。不过我自己是蛮鼓励的啦，嗯、因为老实讲呢，我们对于营养学的这件事情，在台湾看起来都有一点哗众取宠，并没有，对不对？ 嗯，我觉得要更深入啦。就是你在讲鱼的时候，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更深入，对，更深入，那你就可以找真的是有知识的东西在支撑的东西。是，<對>而且是更亲民，讲法是更亲民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生食级的牡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你说这是进口的，哦，对，熊本吗？啊、呃，对，就是那个广岛。 广，你们家第一次吗？广岛生蚝、呃，去年是跟，就是去年是由进口商进进来，然后我是帮有一些朋友团购，嗯、那今年就是我们自己独立，就是跟他一起，嗯、然后我们有团购一部分进来，这样子。哦，对，天哪、啊，所以台湾人爱吃带壳的生蚝啦，对不对？对，就是因为刚好中秋节要到了，<對>那你买带壳可以用来烤。 <noise> 对，或蒸，那就吃它原始的味道。哦，所以你不倾向大家拿着生蚝刀直接开了直接吃，因为你回家<有>就是这个这个过程，其实就会变复杂了。是，那你的、嗯、就是其他的清洁消毒没有做好，嗯、<哼>那如果你真的就是食物中毒了，这个部分其实会有点麻烦。然后加上我们家的加工厂不是生食级的，嗯，那个作业的规范，嗯、所以我们在商品后面一定会写说，就请充分加热，请充分加热。那如果你真的 就是鲜度够。那如果你真的要生死的话，拉肚子就要自己负责。<laughs> <laughs> <對>教大家吃美食要长知识了。我们今天有开直播，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海鲜的问题，有任何有关于新地的问题，刚刚还有人提到新地的女儿布拉姨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留话。<laughs> 好了，今天呢不能再讲太多话了哈，因为新地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像是图鉴的一个阅历，嗯，而且呢还是一样，他又给我带了一个便当，而且这便当看起来有两层的东西。<laughs> 对，我们要先从图片来告诉大家好不好？好因为我刚有，我其实上次我有问心弟啦，我说台湾人那么爱吃虾，嗯、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吃的是什么虾吗？嗯、你知道你吃的虾到底是海里的还是养殖的，嗯、还是来自哪里呢？<對>是不是？对，心弟呢，今天呢就把他们家挂在墙上的阅历拆下来。 他说：“这是他看过最好的一个，在介绍，就是鱼图鉴的阅历，对，对不对？对，嗯哼。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两只？今天要讲这个。” 就是甜虾，甜虾，还有一般我们最常吃到的就是白虾。现在白虾好多哦。对，现在就是因为进口的非常的多。好，给大家看一下甜虾跟白虾，虾乍看之下两只一只红，一只一只灰灰灰绿绿的。然后呢，呃，甜虾的须比较坚强，对，对不对？<那>比较粗，对不对？然后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中间有一个长长的管子。哦，中间有一个长长的管子，所以它叫做大管边虾。哦，等一下，所以我们都讲甜虾，甜虾是它的俗名啦。 对对对，它的正确名字叫做龙脊管边虾。对，龙脊哦，我看到了，它跟白虾两个的这个那个脊椎啦，对不对？哎、嗯，虾、欸、有脊椎嘛，好奇怪哦。它是无脊椎的那個，就隆起来的这个背部的感觉，對對對對高度角度是不一样的，比较弯一点。对，然后白虾的正确名字应该叫做。嗯 长毛对虾，对,虾对不对？对而且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做红尾虾。哦，白虾有一点点红红的尾巴，哦、尾巴对，一点点很，很很可能，如果你没有仔细看，其实看不太出来，看不太出来哦。对，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而且呢，这个所谓的龙脊管边虾，除了叫甜虾，还有一个名字叫红虾。好，我们今天就来讲。嗯 哎呦，有听众朋友怎么戳到了我的内心深处的感觉？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好想念于达人李佳亮哦，我刚才都不敢讲。刚刚新弟来的时候，我看着新弟，我就心里在想着于达人。嗯，好，于达人，希望他现在也在听《超级美食家》，因为现在是鬼月，他应该被放出来。” <laughs> 于 <laughs> 大人李佳良好，<laughs> 好了，我们来今天来介绍这两只虾。哎、欸，等一下了，日方真传，日方真传的玉萍也来了。今天大家好开心哦，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新禾发的新弟。我们来讲这个應，应该这两只虾，你为什么把这两只虾拿出来 PK？啊、呃，因为这个就是从外观上面来看，很明显就不一样。嗯，然后刚好就是刚好这个时节都可以吃到这两个虾，这个时节都可以吃到两只虾。对，你讲的就是龙。 天虾跟白哦，虾，甜虾<蝦>，<對>可是两只虾来源不一样啊。对，一个是海水的、嗯、野生的，嗯、一个是养殖的这样子。嗯、<哼>那刚好，因为呃，养殖的白虾是在每一年一月的时候，它是一个呃。<laughs> 曝晒期就是现在都是强调那个自然养殖法嘛，对不对？等一下，心地我觉得我很汗颜呢。啊、白虾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laughs> 是一年四季白虾哪里有产季呢？嗯、有，它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收成哦。 <蛤>啊！从这个从六月开始收成，一直到十二月。那它一月是不养虾，是放，就是让太阳去曝晒它养虾的环境啊，让它去杀菌啊。然後所以他放苗是同一一个时间、啊呃，放苗是三月的时候，是是然后一直放到大概六月底的时候可以采收。嗯、<哼>那这时候还会陆续再放，一直可以、嗯。 就是养到十二月这样子哦，哎、欸，<对>我现在等于是大家有没有豁然开朗？总觉得白虾跟红萝卜一样，<laughs> 一年四季反正菜市场都有，可以动起来、啊，也不缺，对不对？对所以是这样，所以等于是现在是它的。 盛产的时候，对对，對红虾呢？红虾有来甜虾，甜虾甜虾的话，大概是四月、嗯、一直到现在是季末了。嗯、<哼>在中秋节过后，就会去捕那个明虾，大明虾、嗯、哦，大明虾。对，今天在现场你知道也有图鉴是大明虾，<對>这些我都有拍下来啊、哦，因为我有时候我也都弄不清楚什么叫做明虾，嗯、什么叫做斑节虾。 斑节虾跟明虾其实是一样的哦，其实就是一样。对，好，我们今天集中讲甜虾跟白虾这两种虾，嗯、呃，看起来外观很不一样，对，口感也不一样嘛。 口感不一样，像白虾的话，我会形容它就是肉鸡，有没有肉鸡？对，就是它的鸡，它是比较多肌肉，然后吃起来比较脆口一点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除了肉鸡还有什么鸡？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啊、广告来了，<laughs> 等一下哦。哎 <laughs>、欸，新弟好有人员，新弟今天追上了我们直播的，你知道都是大咖哦。叶志 <laughs> 超叶师傅也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你跟上了直播。 一个是肉鸡的感觉，感肉鸡白虾是肉鸡哦，大家先记一下哦。<對>我们等一下先给大家证明啦，因为我们讲俗名，一个是白虾，一个叫甜虾，嗯，对不对？对，甜虾才是，然后甜虾是比较柔软的口感，甜虾，嗯，它的那个虾味比较浓。 可是哦，因为一个是海的，一个是养的嘛，對,对不對,对？对，一个甜分就比较高。因为我记得甜虾很嫩，<高>对，很嫩很嫩。<對>可是甜虾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一個是肉鸡的话，的話我会用呃，比如说土鸡，就不是土鸡很硬啊、呃。就是如果它是小鸡，<對>小鸡也不对，因为它风味很浓郁，它风味很浓郁，呵呵所以我会觉得它比较像是那个比较稍微硬一点点的，有点像鸡蛋豆花那种感觉。 鸡蛋豆就是你可以吃到很浓的豆子跟鸡的那个味道，可是它的柔软度是又有又有柔。对啊，因为我记得它好细好嫩哦、喔。对，没有啊，新地其实前一阵子有寄。 有寄甜虾给我，然后我发现，没错，对不对？对。然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在面对这个虾的时候，都鼓励要生食。<laughs> 对。我上网去看所有一百只的影片，<laughs> 都叫你直接，而且他会教你用盐水去解冻。对。然后就叫你直接拆了就吃。嗯。那我跟宝师傅讲的时候，宝师傅说要吃你吃。<laughs> 我觉得宝师傅对于生食，肚子对啊。嗯、我觉得宝师傅对于生食这件事，宝、嗯、师傅比较倾向、倾向专业处理。嗯 好、啊，就即使他是宝师傅，他觉得那不是他在行的，他不会这样吃。对，啊，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把甜虾拿来炒熟，嗯，很香、很甜、嗯、很好吃。或许大家觉得我们很。嗯嗯 浪费虾头，我有特别剪下来煮汤。对对对对，我有没有很聪明對？对，非常非常，<laughs> 就是那个虾味很浓，呃、味增汤的话<對>就多那个东西<對>就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是有，它那个不是虾的腥气哦，嗯，就等于是那个味增汤煮了之后，那个风味是不一样。对，而且我那天我也很聪明，就等于是它有一点微解冻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菜刀切，嗯、好，就我不是硬剥头。 啊，所以等于是虾头里面还有一点肉，除了膏黄之外还有一点肉，然后就就等于是因为我我的味噌汤是第二顿嘛，我就等于是又把它冰起来，然后之后把它拿来煮汤，嗯、它有一个沙沙的感觉是吗？糊糊哎、欸，是不是？<對>它有一个那样，就比如说汤里面也有一种，<對>你知道就有、就是、就是它那个虾特别的那个，对，爆过油之后，好厉害哦！嗯、有人形容绵密的口感，好来来，今天要拆便当，大家不要紧张。<laughs> <laughs>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邀请了新合发的新弟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来跟大家介绍甜虾跟白虾。他刚刚已经讲了哈，白虾其实是养殖的哈，嗯、而且白虾吃起来很像肉鸡的感觉，对不对？对。那如果是甜虾呢？甜虾的话，我会觉得它比较像是鸡蛋豆腐。 它有很、哦、嫩，对，嫩嫩的，然后有浓郁的味道，这样子。子<呵>对，味道真的很浓郁。甜虾跟白虾，嗯、等一下，所以新丁你今天带来的这个便当盒跟这个虾有关吗？有啊，就是一个是白虾，一个是甜虾。我们白虾跟甜虾还有知识要跟大家分享吗？来，哦，我知道你有拍影片教大家怎么剥虾壳，剥虾壳，然后就是因为甜虾的话，呵呵它,它。 呃，因为它虾膏比较多，嗯、所以它上面那一条你打开它，你要注意看，它的那個沙肠是藏在虾膏的下面。你要把它剥剥剥，所以不要挑错条。这样、啊，有的人会把虾膏直接挑掉、哦對。对，因为虾膏在上面。 然后它的虾肠是藏在虾膏的下面，细细的一条。然后白虾的虾膏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对对对就比较容易挑。好啦，他今天呢，用用他的这个包袱，<laughs> 又用这个布包，包啊、对，包袱包了两个便当，<laughs>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对>打开来给大家看。 哎，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甜虾，对不对？对。第一个是甜虾，然后,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在海鲜餐厅经常会吃到的白虾。对。哎，两个不一样，你两个的做法是一样。哎，好香哦！我闻到的香气是哪一个虾呢？应该哦，好香哦，醉虾。醉虾，你等于是做了两个不一样的虾料理，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对不对？对。 呃，好，我给大家看哈，现在右手边，哎，对不起哦，又是做广播给大家看什么？<laughs> 如果你没有追上，FB 上面的直播才看得到哈。一边呢是醉虾，现在新弟拿左边是醉虾、嗯，对。然后等一下，新弟，你怎么拿了一个汤匙跟叉子，要示范怎么样在盘子上拆虾壳吗？对，真的还假的？<laughs> <对>听众朋友，现在直接我用口述哈，<laughs> 不要嫌我太吵。 头切掉吗？头切掉，用虾子压着头切掉，然後,然后呢？这个就是把它插在边边边缘的地方。边缘的哦，插在虾背的地方。对对对，然后你用这个糖纸把这个角啊，嗯，拿掉，先刮掉，对不对？對先拉掉對，对，先拉掉。然后这边就是有缝隙，你就进去嗯，嗯，在第三第三节就把它取掉。第因为第三节是它可粘的最紧的地方，嗯，你把它取掉，嗯，然后呢，这时候你就把它。 再来压在这个叉子，插在前面，直接插在肉上。对，然后呢，就压住后面尾巴，尾巴也是把它切掉。嗯，不要切到底哦，就是你要把壳，哎呦掉了。嗯，就是如果你也上我刚刚如果压好的话，嗯，壳的后面是会整个被你拔出来，被把我拔出来，被你拔出来拉掉，对不对？对，像这样子拔出来。宝师傅有在看直播吗？哥哥，剥虾是不是？对啊，我在看。 老师傅，你有在看直播吗？就是这样就可以吃，以后就不用剥的手脏脏的，对不对？就可以吃下哎呦，好优雅哦！天呐，你这个应该是剥给布拉提吃的，对不对？没有啦，有时候我不想要手脏脏的，有时候就会这样，就不想动手。对，哎，好厉害哦！然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吃。这个现在就是我要吃的，这个就是醉虾。等一下，心弟会教大家怎么做，而且好完整哦，不是，而且好优雅哦，心弟就手都没有脏，这样。嗯，好，心弟来。 哦，oh, 就是醉虾，醉虾，醉虾怎么做？哎、欸，新电影的醉虾不错哎、欸，而且新电影的醉虾酒气也香，嗯、然后虾子的鲜度也够、嗯，嗯，可以吃到虾子甜甜的，咬感<有>很好哎、欸，嗯，这个<的>这个虾就是啊，哦好甜哦、我们因为吃通常就是像我住海边嘛，嗯、其实我们家很少去买养殖的东西。 就是养殖的这个海鲜类，嗯、我们很少去嘛，因为野生的就有了嘛。对呀、啊，那这个这个养殖的虾是呃，我跟一个台南的一个养殖户一个大哥有去拜访他，你特别找的吗？对对对对对、嗯，因为他。 对于养虾，其实就是还蛮在行的。然后就是我看整个过程，嗯、我觉得他很用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的虾子捕捞上来之后呢，他会先就是打一个干净的那个水，嗯、让它在里面就是大概呃六到八个小时，嗯、让它不进食嗯。嗯。然后这时候他把他的那个就是虾肠的沙全部吐干净了。嗯。然后才那个急速冷冻。嗯、<哼>那这样子的过程呢，就可以让我们在就是你在做虾子料理的时候，你可以。 免去那个挑沙场的动作哦，所以等于是、嗯、呃，如果是经过这样处理的白虾，我就不不用担心会吃到沙沙的肠。对，刚刚都没有啦。没有，不是。<对>可是新店，我要问你们，同样都是比如说都是鱼的专家，在面对养殖虾，你最怕什么？ 我最怕他就是在最后的过程装袋的时候，嗯、如果他不是他，如果他为了保鲜，他可能会放一些保鲜剂。嗯、<哼>但是保鲜剂其实它是有一个呃合法的对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容的。带壳的有可能放保鲜剂吗？带的会，因为有如果说他作业时间他没有抓好的话，嗯、他可能要避免他的那个虾头跟他虾脚的地方变黑。嗯、<哼>对。那如果他是养活的来装袋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就是完全避免掉这个问题这样。 哦，对，是就是他时间要算好。等于是你自己是内行人，你看这个也有没搞，对不对？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后，因为不是说你在养殖的时候放药，嗯、因为你养殖放药的话，你整个环境会越来越糟。对，其实反而会越来越不好。嗯、所以现在其实说无毒养殖，其实大家都无毒，嗯，那只是后面那个阶段你怎么去保存它的鲜度？它捞起来之后怎么样送到消费者的手、嗯、上的这个部分，<對>反而是会有。 古怪的地方，对不对？对，对反而是这样子。对，不过听众朋友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节目就知道，王瑞瑶都鼓励，如果你们要吃虾仁，人要自己剥了，嗯、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基本法。然后新弟其实也有在我们《超级美食教》教教大家怎么剥虾，生的虾子不是活的虾子，<laughs> 他今天教大家用汤匙跟叉子来剥煮熟的虾子，大家又可以多学一招。嗯、诶，新弟我真的不知道、欸，哎、嗯，原来现在大家在养虾子都。 技法都差不多，很好，都是生态养殖，的。为这个都是无毒。对啊，因为我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技术已经都很纯熟了。普遍啊，对，养殖的这个虾已经很纯熟。嗯，那如果你只是对针对这个环境去做放药什么的，其实你就像一个鱼缸嘛，你一直去弄它的话，它抗它那个叫什么抗药性，对，就越来越强。那其实你整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好，它生态也不会平衡。对，那像这个白虾，其实它的生它的那个什么叫做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它也不太容易。 就是会有什么疾病这样子，嗯、所以反而是后面那一个阶段的保鲜，我觉得是比较重要还有就是啦，给听众朋友一个观念了，就比如说我在家里我要买虾。 去菜市场看到了，其实有一些是冷冻在解冻的虾，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秘密了哈。嗯，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家里，还是说你今天去一些通路买冷冻虾，反而比较安全，对不对？就是完全是冷冻的，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嗯、没有去壳哦，就完全冷冻。<對>可是这个可以辨识吗？比如说看它的包冰率，还是冷冻虾有黑有红。 这个看得出来吗？有没？其实它现在因为虾子的包装全部都是纸盒嘛，嗯、你看不太出来。嗯、那那时候这个大哥跟我讲，就是怎么去看这个虾是活的或者是死动活动。对对对，那他是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laughs> 再来讨论哦，死动还是活动，所以看得出来哦、嗯。他说大概可以这样过滤，可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呵呵因为比如说像活的虾，它是活的虾装袋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它排列的很整齐，对，因为它会跳来跳去，对，所以它在袋子里面就乱七八糟。哦，那如果是它已经他，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白虾，对，这个、哦。那如果你已经把它冰鲜了，对不对？它、嗯、死掉了，你可以去把它排列的很整齐。整有些和有些虾子不是很漂亮吗？对，一只一只被排的很整齐。可是它也有可能是先把它冻昏。 我有看过，就先把它冻昏再排。对，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懒得排，也是会乱七八糟。有听众朋友说没有看到剥虾，没有关系，我们等到结束了这个节直播之后，你们再回头看这段影片就看得到。不过呢，等一下呢有甜虾，我不知道甜虾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剥，试试看。因为甜虾的壳很硬，比较硬一点，是不是硬跟脆，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是这是海里捕的。 这是野生的，<對>这个是养殖的。嗯、其实他们的本质还有他们的肉质，其实都不太一样哦。嗯、有人问说可以再剥一次吗？我们等一下这么硬，看可不可以剥？我不确定哦、嗯嗯，我也不确定。很硬，<laughs> 通常这么硬的虾壳都是要手剥啦，对不对？嗯、会比较痛快。 那所以等一下再看新地要不要再示范一次。嗯，哦，原来是这样子，大家知道了吗？吃虾，然后还有包冰率的问题啦，因为我看有的虾子冻起来，它外面的冰只有一点点，有的冰其实还蛮多的嘛。呃，大部分都会，一定都会至少有一点。一定要，因为是为了保护虾哦。对，因为它会干燥嘛。对。就是经过冷冻的时候，其实它虾壳如果就是经过温度的话，那它就很容易干燥，你就会看到表面好像白白的，对没有？好像谁勾那样。嗯。那其实它就是表。 面干燥，那一定要有一个水去保护它的这个壳，这样子。嗯嗯、对，那其实包边率的话，我觉得有覆盖就可以了，有覆盖就可以了。对，不要太超过。嗯、对，因为如果太超过了，它其实就是用水来重量赚你的钱嘛、啊嗯，嗯，对不对？對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好啦，那醉虾怎么做？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好，还有等一下，刚刚其实新地一定要叫大家，呃，还没有讲完，因为我们刚才在广播里面被我打断。 只有在看直播的人先知道答案，嗯、对不对？就怎么样看冷是死动还是活动？嗯，死动、活动的虾好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新和发的新弟，来跟大家聊你经常所吃到的，可是你不一定认识的白虾跟甜虾。听众朋友有没有找到 FB 的新和发呢？如果你们找到的话，要给他按个赞哦，因为呢。<laughs> 呃，随时随地都会有最新的鱼资讯在里面。我有跟听众朋友提示，不一定你要跟他买鱼，可是你不能不知道台湾的鱼知识。好啦，新弟，我们现在来聊。呃，因为新弟呢，透过了管道找到了他自己非常信任的台南的养虾大哥，然后呢，开始供应冷冻的带壳的白虾。嗯，可是呢，我自己就想知道他自己是内行人啊，我怎么知道这个虾到底真不真新鲜，是不是真的新鲜？ 使动跟活动怎么看呢？其实使动跟活动啊，其实它差别真的没有到太大。嗯，那只是说你知道，就是观念里面，我会觉得，哎、欸，活动好像鲜度也会更好。嗯，对。那像我们的虾装到袋子里面，因为它是活的，嗯，所以它就是会跳动嘛，嗯、所以你就会看到虾子都没有被排列，乱七八糟。乱、嗯、七八糟。嗯、对，乱七八糟这样。那如果你看到一些虾子，它被排列的很整齐，嗯、它可能就是被冰先先被冰昏了，<對>然后你才把虾子拉直，然后有卖相这样子。 哦，拉直，对对，对不是，我现在脑袋里一直都在想弯弯的身体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弯弯它的弯的角度也不一定都一样，对,对不对？但大部分都被拉的很直，有没有？然后排这样很漂亮、啊、这样。哦<对>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线索，<对>听众朋友如果去买这种带壳的冷冻虾，<对>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种。 指南也好，你知道就长知识，试试看是不是？对。有听众朋友现在一直在讲这个醉虾哈，c i 先教大家这个醉白虾怎么做。<laughs> 我现在的确是口口口，般是用那个烫的，我是用蒸的。嗯 哦，才会这么甜哦！我是蒸完之后大概蒸六分钟，嗯，然后蒸完之后连它流出来那个汤汁，嗯，我一起倒回去那个绍兴酒里面。嗯、<哼>那我绍兴酒的比例是绍兴酒一百，嗯，然后开水一百，嗯，然后盐巴十克，嗯哼。那在蒸完的时候呢，就热热的，然后就一起放进去，然后放那个枸杞，就这样子。嗯 哦，oh, 就这样子，我对我没有放任何的什么人参须啊，嗯、红枣没有。可是好甜，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講，你讲蒸虾的汁就把它当开水，就就跟、這個、回,回去对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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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就把它当做用量子的比例。还有就是我知道这个虾的咸度也够哎、欸。对，就是有海鲜的东西，我是认为一定要有一个咸度，嗯，不管是你在。 烤鱼、煎鱼，其实你会觉得说，哎、嗯<哼>欸，为什么我在家里烤的鱼没有那么好吃？嗯、<哼>就是你那个咸度不够。嗯、<哼>其实海鲜要有咸度，你那个水分才脱得出来，你的皮才会香脆，才会好吃的、啊。<對>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不知道心弟同不同意？如果今天这个虾子很新鲜，它就很难剥壳。这个這样子的理论是对的吗？我觉得是会粘的比较紧，对，粘的比较紧，对可能是是，即使是冷冻，但是也是要看一下虾子的种类。 哦，所以不一定，對,对不对？但是可以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可以这样子。好樣<對>如果大家在外面吃这种虾子，嗯、发现壳跟肉之间已经有间隙了，哎、欸，很滑溜啦，嗯、不好不好拉它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欸，这个是很新鲜这样。好，对，紧接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對>嗯 一边是白虾，一边是甜虾，<laughs> 而且呢，他今天特别做了两个虾来给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 P K P K 哦，你们追上了直播就可以直接看到。<laughs> 呃，我现在我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甜虾的颜色跟红虾就不一样哎、欸，跟白虾哦，不对不起，白虾就甜虾跟白虾就不一样。嗯、这边这个是白虾哦，对，这个是甜虾，對,对不对？对，这个甜虾看起来你用什么样的手法烹饪？ 这个我一样是很简单，就是你知道，呃，虾子的壳，它遇到一个油去煎它的时候，它会很很香的香气。等一下，新弟，刚刚新弟打开这两个便当盒，我说好香哦。新弟 <laughs> 就说，呃，你闻到的是醉虾，不是，<laughs> 這個、我闻到的是红虾、甜虾，嗯、因为它刚刚翻动这只虾，整个空间都是香味，<laughs> 对，是来自这个这个，因为。 用油煎过，它那个虾壳的味道就会变得很浓烈，这样子、嗯、哇，好香哦！<對>那你怎么做呢？你这道虾的名字很很简单，我就是只有就是香煎而已，就是、香煎而已。对，就是油，然后热了、嗯、就把。 这个虾放酱，放放上去，嗯，然后就把它颜色变了，有点焦焦的，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可是我看到它表面上好像有酱的感觉，它因为它有虾膏，所以它就有点那种哦，稠稠黏黏的那个感。所以是他自己的虾膏变成它的酱，对不对？对你你赶快剥给我吃啊！还有听众朋友刚刚讲说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新地不用手哈，只用叉子跟汤匙剥虾。他说他。 壳比较脆，所以能不能挑战成功不知道。先把头弄掉，<对>然后用汤匙把脚刮掉，对，然后把前面三节三节的壳，对，剥出来，然后再用叉子插肉，对，然后现在要处理尾巴，对，因为看起来它粘得更紧，对不对？就是它比较脆，所以我很容易一下子就把它的壳弄碎，弄碎啊！完整，完整，还是很完整，对，大家会了吗？ 赶快！然后，但是我今天特别没有播，哦、没有去虾场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虾。它有两层哦，一层上面是虾膏，嗯、一层下面下面才是沙场的地方。可是老实讲，我知道沙场会中毒死掉吗？现在大家都好夸张哦。也,也不至于。其实我我自己在家里吃，其实我不太在乎挑不挑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口感，不一样，粉粉嫩嫩的。嗯，对。刚刚的白虾其实是很有弹性。嗯。 对不对？对。然后呢，我现在吃到了甜虾，呃，甜度不太一样，跟刚刚的白虾不一样。嗯。可是呢，它的口感是，呃，是粉的。嗯。好、哦。然后呃，不是 Q 的。不是 Q 的。或许大家长期以来都吃到这种泡药水的冷冻虾仁，都认为虾仁一定是 Q 的，一定是弹牙的。嗯。没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可是味道很浓。嗯。味道很香，很香。 所以它的虾头啊，哦、一定要留下来拿去那个。<他>来，我们看虾头怎么样。 就是要煮汤，可是你现在因为维持它的完整嘛，对然后你如果你要吸这个虾头的话，拉开来，拉开来，吸这个虾头的话，前面这边一定要把它，就是它这个尖角地方把它凹短。它这边有一个那个叫做沙囊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不要吸啊。哦，因为这个沙就是因为它的内脏都在它的头部嘛，所以等于是有人在吸虾头的时候，其实你吸虾头大部分都会这样吸嘛，所以其实不太可能会吸到那个沙囊。 就是不要整个虾头咬啦，<對>你只要咬靠近身体的那个部分。對,对对对，對对那因为这个在海上就已经急冻所以就是你要看一下膏，哎、<呦>看一下膏，虾膏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虾膏这么多？ <對>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们现在广告要进，直播没有停哦，大家可以留话。诶<對>、欸，它的虾膏好明显哦，就是这样一颗，这、嗯、肉肉，然后一点点，就每一个不一样。嗯，对，它有时候因为它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它有时候绿绿的什么的，不是它不新鲜黑、哦，不是它不新鲜。<對>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这个食物因为不了解哈、哦，都扩大解读啦。然后就像我刚才讲说，有人讲说那个虾肠一定要拉掉，这个就是。 你看它的看、哦、你看它的虾膏在藏在它的、嗯、啊，它、呃、的沙肠，它的沙场，虾膏下面，看到没有？这个是在下面，<对>这个是黑黑的，这个就是虾肠，<对>然后上面就是虾膏。对，所以你在生的时候，在挑沙肠的时候，不要挑把、这个、不要把红色的这个虾膏挑掉。对，因为它还没有煮的时候，一样是绿绿的，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沙子脏脏的。好、嗯，可是它不是。只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啦，这个问题也是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呃，很多人吃虾子过敏，会发现其实不是虾子不新鲜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体质吧，一个有可能是因为虾子的用药，或者是真的不新鲜。就像青鱼一样，为什么以前？ 古时候的人，古时候的人，就我爸啊，以前早期的人对，会觉得青鱼是不好的鱼，对，因为青鱼的它很容易腐坏，所以它一腐坏，嗯、它那个组织胺就升高，嗯、升高的时候它就很容易造成过敏，吃了就过敏。对，那以前的保存技术没有这么好，冷冻、嗯、技术没有这么好，所以呢，捕到青鱼之后，再回到岸上，然后再到贩卖出去，所以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它没有被妥善的保存，嗯、<哼>它就组织胺那个。 东西变可是现在青鱼都不一样、啊、了，青鱼就结束了。现在已经都不一样。对。對然后还有我自己，其实前一阵子有了，我自己都吓一跳。就比如说我吃虾肉没有问题，可是我,我如果贪嘴，我我开始吸虾头，我就会有可能。对，就比如说我吸虾头，它也不是立刻、喔。就比如说它的过敏反应是要等很久之后才发现。嗯,嗯，我怎么看电视？就比如说吃完了晚餐哈。 已经十点十一点，等于是已经超过了三四个小时，就开始手掌心痒起来。可是他并没有说很急速，嗯、真的是。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体质，也不一定说是这个虾不新鲜，或者是用了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有这样体质，嗯、<哼>我觉得就是尽量你去避免你不能吃的东西，因为过敏这个。 成分其哎、欸，这个这个东西其实涵盖的东西很广啊、哦。Maggie 来了，嗯、班长也来了。对啊，我觉得我以前不会啊，我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现在现在毛病慢慢都出来了。<laughs> 还是说你知道？就比如说以前没有吃那么多虾，我那天真的很开心，一口气吃了好多虾，好高兴哦。<laughs> 然后就有回到家之后，嗯，怎么手掌心怪怪的？然后怎么搞得呃？ 该编也怪怪，就比如说，<laughs> 有一些地方开始觉得怪怪的，它是慢慢慢慢，对，大家避免投了，对、啊，然后还有沙囊不要吃到，<对>好不好？嗯，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新禾发的新地来跟大家介绍两种虾。这两种虾你们都经常吃到，一种叫甜虾，一种叫白虾。嗯、然后现在呢，不断有听众朋友在说，可不可以再讲一次醉虾的配方呢？可不可以再重新播一只虾呢？不用紧张，直播结束之后我会上传、嗯、听众朋友这个影片，可以看一百遍。 可以看一千遍，<laughs> 甚至你们留言可以分享，你知道，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知识跟尝试。那所以我看新地尼吃虾很简单呢、欸，你都是用一种原汁原味，<laughs> 对不对？嗯、对，醉虾也是啊，就是、先蒸了再拿<对>拿这个东西综合调料来泡啊，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样，对对就是蔬菜也是啊，就是只要是本身的质地好。嗯 嗯，孩子好。那其实你就是要吃它的原味，你也不需要去过度的去调味。所以很多人说不会煮海鲜，嗯、其实我觉得海鲜比肉类更好处理。好，有一个王先生，对不对？王先生很高兴的写，蒸过的虾的汤汁一百 m l，加上开水，再加上绍兴酒一百 m l，然后呢，再加上枸杞。等一下，你忘了加盐了。<laughs> 刚 <laughs> 才在讲十克的盐，你赶快补上去，留言赶快补，免得大家按照你的方法做，嗯、跟新地做的不一样。十克的盐，十克的盐，对不对？嗯、这样要泡多久？就是我像我是昨天下午嘛，然后就一直放到冰箱到今天这样。因为其实醉虾就放着，你知道<對>它的味道会越<好>越透。对，然后汤汁不要浪费哦，嗯、这是我的。 啊、呃，就是客人跟我们分享，他这,这个不要浪费，对他汤汁把它拿去煮那个面药膳面，哦、然后加一点点，他觉得那个有那个药膳味，因为绍兴酒很香嘛。啊、哦，对，然后这样去煮那个面线，等于是他一菜两吃啦，就不要浪费，对不对？对。对好，除了这两种虾之外，我们再让新弟再来分享其他，在各分享一道白虾的吃法，还有甜虾的吃法。嗯，白虾。 白虾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呃。 你知道说胡椒吗？胡椒，胡椒好，胡椒虾也可以。嗯，对，因为胡椒虾大部分都是泰国虾。可是我不觉得泰国虾的肉质，我觉得泰国虾很像一个妈手男，我这样讲对不对？鸡肉，鸡肉，鸡肉。对，对，但是其实它也很很好吃。但是我们可能一般在菜市场或者超市比较难直接可以买到泰国虾。对，对，那我们就用白虾来做。那其实那个胡椒虾就是需要很多的白胡椒。对，然后你就先用蒜一点一点油，然后把。 把蒜头煸香之后，大蒜，然后就放那个虾子，嗯、就排列，嗯、然后你就一样把胡椒撒在上面，嗯、很多这样，然后你就把它盖子盖起来，嗯、然后就让它焖，嗯、然后焖到就是反正你有闻到香气，然后。 就是锅底要有那种巴巴结巴的感觉，那就胡椒虾就好了。哦，就是等于是这只虾子本来是生的，它身上出了它的水，对不对？它都完全没有加水哦。有些人会放酒嘛，但我觉得，但我觉得新鲜的话，我是觉得连酒也可以不用，就等于是原汁原味，把它自己蒸熟，然后变成胡椒的调味，对对不对？这样子。OK，那甜虾呢？我我一直都觉得甜虾好好珍贵哦，我吃起来，因为这是海里来的，然后它的肉质真的很细，而且味道好。 好浓郁哦，甜虾 <laughs> 的话，我不建议它用烫的。嗯，对，因为烫的话有点太可惜了。对，就是呃，它的肉比较软，所以它需要的烹饪时间，我觉得它不需要太长。嗯，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吃原汁原味，用蒸的，嗯，但是蒸的时间也很短，就因为它肉很细呀、啊。对你不要把它蒸太久，然后用蒸的也可以。呵呵那如果呃，比如说你要煮面、煮汤面的话，你当然就我我会建议你把。 头跟身体分开，嗯，头的话，我们先把它爆香。那你等一下，那个汤面就会有很浓的那个汤汁嘛？对，所以你头先爆香，然后再把头捞起来。然后你虾身不是这个时候放，是面已经都滚了，煮好了，所有材料都好了，你再放这个它的身体进去，因为只要熟了就可以吃了。对，还有我那次，我其实收到了新地寄给我的甜虾，我就讲说，哇，我要我要骚包一下，你知道，我要很。 很让人家觉得我好，你知道，嗯，我要把它拿来做清炒虾仁。可是我觉得做清炒虾仁这件事也不行，嗯、因为它实在太嫩了。对，它就糊糊了，反而就是没有那个我们习惯中的那个清炒虾仁那个脆脆、结实、嗯。我觉得它这样带壳，然后很快的就快速把它煮熟的那个味道，就可以吃到原本的清甜，嗯、对不对？对。對现在有听众朋友有问题哈，他讲说哈，你教大家做醉虾，然后呢要在 要是把它先蒸熟，对，呃，这位、個、听众朋友他问说，电锅要先预热吗？哦，我是用瓦斯炉蒸的。嗯、那如果你是用电锅，我觉得你就是把它按下去之后，它开始冒烟之后，再把虾放進，再把虾放进去。对，哦、那这时候就那个计时，嗯，大概五分钟左右，五到六分钟左右。那你虾子不要蒸到它已经是。 熟透，熟透，像这个，啊，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太熟。怎么看？就是、怎么看？它很很圆，很圆，就是头头跟尾都弄在一起。哦，这个时候还有它的那个虾膏啊，如果你表面上那个水很多，那种橘色的部分，嗯，那已经过头了，就表示说它的虾膏都被你蒸出来了。就是等一下，新弟你拿起来，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虾子是过熟？怎么判定？这样就太熟，就头尾接在一起就是太熟了然后你变成一个，对你变成一个这种。 C 字形的话，天哪、啊！我都以为会比较刚好，我都以为虾跟人一样啊。林志玲本来就长这样，王瑞瑶本来就长这样，<laughs> 原来不是哦。你你可以注意看哦，他越熟，他就会越 Gu，会越 Gu 这样子哦，缩、oh, 在一起。他只要真的越老，他的头尾就会接触在一起對，对，就变成一个 O 型。那如果是比较好的状态，<laughs> 就像这样子一个。 头尾不会碰在一起，这个<好>这个这个熟度会比较刚好。有听众朋友问说，这样子的一个比例虾是多重？哦，我,剛才剛才我的是两两百五十克，两百五十克<對>不是一斤哈，一斤太多了，两百五十克。克还有就是刚刚听众朋友讲这个电锅哈，的确是讲到了一个关键了。有的时候这个虾很新鲜，可是你把它放进电锅里的时候它是冷水，嗯、然后呢等到冷水变热水的时候，其实虾已经不新鲜了。 我这样讲对不对？因为它就慢慢慢慢加热，慢、慢慢、慢慢。然后肉都变粉粉的，是你把它煮坏了，并不是虾子本身不新鲜，嗯，是不是？然后你不要在乎外锅放多少水，就多放一点，那你只是计时就好。对对，大家都很计较，呃，电锅的外锅要放稀稀的水，不用，永远有水，就是用这样子，对对不对？对，用完了之后再把外锅的水倒掉，烘干就好了。对对对，这其实是一个基本法。对哦，好好哦。 哎、欸，大家其实现在啊、喔，全部都对甜虾感兴趣了，<laughs> 因为王瑞豪刚才吃这个甜虾，<laughs> 因为我觉得，哎、欸，不是甜虾其实是有限量的嘛，一个虾膏还没吃，你说已经是纪委了，<laughs> 对不对？对，现在纪委，然后中秋节过后，现在就是现在已经慢慢明虾要出来，啊，买得到吗？ 我、哦、我们的已经是卖完了，已经是卖完了。对，等一下，刚刚的确也有人在讨论明虾哎，我们现在来得及讲明虾吗？只剩下一分钟不到哎。<laughs> 中秋节的时候明虾来了，对不对？中秋节过后才会慢慢产明虾。那所以我们中秋节烤虾到底是烤什么虾？中秋节就是这个啊，这个叫做白虾，大部分烤白虾、哎，好好吃哦。他刚才剥了一个甜虾的膏给我吃，嗯、好香哦。 所以中秋节就是烤白虾，烤白虾。然后，如果你之前有买到甜虾，其实你可以，呃，更好吃的一个做法，你可以用铝箔，嗯，你可以用铝箔，然后放奶油，对，放柠檬，嗯，然后就放多一点盐巴，嗯，就这样就好了。所以不要直接放在直火上烤啦，对，然后包一下下去烤，对不对？这样也很好吃。有没有教大家不要傻乎乎觉得这个虾子很新鲜，就把它串起来？你知道把它烤到老，因为你烤很容易很干，它就更难剥。嗯，对。所以教大家。 呃，吕箔纸的烤虾法，谢谢新弟，下次再来，拜拜，谢谢，好好哦，好高兴哦，我们等一下会重新整理啦。刚刚讲的醉虾是两百五十克，嗯，对不对？嗯，然后开水加上蒸虾水是一百一百一百，对不对？绍兴酒是一百，花椒酒也可以一百，然后盐是十克，对不对？对，兑好了之后，然后就把蒸好的虾子泡进去，对。 泡到隔天，对对不对？对就可以吃了。嗯，然后刚刚新弟还教大家，白虾如果是中秋节要烤的时候，就是用一个铝箔盒，嗯，然后放进去，放上 butter，嗯哼，嗯，然后把它包，要把它包起来，柠檬，巴特 b u t t e r 跟柠檬把它包起来，嗯、就直接放在网上的边边烤。嗯 对不对？对，这样就可以不用过熟。不过我们今天真的长好多知识，我不知道虾头靠到虾尾原来是炒太熟了，太熟了。我都一直以为这是本来就是它的姿态，原来并不是。可以尝试看看，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谢谢新弟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拜拜。好，该我跟大家讲拜拜，拜拜。我要远一点，原来大家看我耳朵好大一颗。拜拜。今天我要来吃虾了，好高兴哦，拜拜。